快点！快上，赶快煮啦！走走走！吃什么？快点啊！不要害羞啊！快点啊！小琪啊，快进来哦，人家来了。小琪，有我。拜拜。拜拜。几点啊？你们去玩好。沙发坐，我去弄菜。没人，我跟你来。没有。没事，可能是中暑。中暑？嗯。吃饭了没？等你们回来，我早就饿死了啦。早囡仔人讲话无正经，你连买一早餐也是袂晓给哈？啊，我听到了。有啦。好安静哦。你们吵架哦？干嘛都不讲话啊？没有了。妈妈上次不是晕倒吗？有做了一些检查，今天去看报告了。怎么样？医生就说妈妈。医生说妈妈有感冒啊。感冒而已啊，我还以为发生什么大事。没事的。爸爸在哪里？爸爸在哪里？你怎么还没睡啊？你们最近为什么都怪怪的？你小时候好可爱，到底怎么了？医生就讲什么罕见的什么脑的病，我也听不懂了。是哦。你买这个啦，我怎么可能买得起？我就觉得你可以买啊。嗯，然后嘞，
然后再借我穿了。嗯，好了好了好了，哎，你用给我看，你用给我看。嗯，你不是要用给我看？嗯，就这个，自己看吧。遗传几率超过50%，年龄越低，发病者死亡时间相对提早。你会怕吗？怕什么？生病的话，就去看医生就好了。不是有门禁？禁个鬼啊！谁管我？我不是要跟你吵架，哎，可是你最近怎么越来越鲁啊？乖啊，上去。你爱上去你就上去啊！这你家哎。黄爸爸好。几点了？你最近怎么越来越晚？自己不是也刚回来？上一栋，自己还不是一样？加班，是有这么多路可以铺哦。白天铺，晚上也铺。好了，先回去啊。黄爸爸，再见。我走了。小希，家里就你这个女儿，妈最近身体不好，你多留点时间陪她好不好？我陪？那你逃避？我资料都已经查得很清楚，我们都知道接下来会怎么样。家里气氛这么烂，我待不下去啊！什么待不下去？家说说家什么待不下去？你这女儿是怎么当的？你们为什么要把我生下来？基因啊，上一代父母亲的问题啊。
吗？写功课啦，你就当作在练习嘛。我帮妈妈按摩，你弹琴给妈听，我们合作，让妈妈心情好一点。好好好，你们要听，我就弹给你们听。你别打给妈你听。过生日了，小琪来啊，来许个愿来。妈，妈，妈，祝你生
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。办得到吗？你不要再来找我了，好不好？你确定不说再见？嗯，做跟不做有差吗？那你现在最想做什么？快上来啊！妈，你累到了。穿什么都好看。好，好棒，来，好美哦！哎，对，看这边。OK， 我再来一张。哎，李医师，要不要跟我们拍一张？好，看这里，笑笑，我穿新娘衫超水耶！医生，谢谢，没关系了，谢谢医生，谢谢。
小琪，这里没有事，回去。啊，我要陪你走啦。哎，不用了。小琪，我跟妈是要度蜜月，啊，你要当电灯泡啊？对啊，不行哦。你还要上课啦，回去啦，哦。好啦，那你们要互相照顾哦。会啦。好，你也要照顾自己哦。我知道，我会照顾自己。嗯，乖。医生，小琪就麻烦你了。你不用担心啦，没问题啦。谢谢。那我们走了。谢谢谢谢。啊，加油哦。妈，再见。小琪要乖哦。啊。再见。好啦。拜拜。再见。医生，谢谢你。我这次带你下来，亲眼看到你爸爸推着你妈妈慢慢的走，真的好慢哦，然后可是好坚定啊。过去面对每个病人都觉得时间到就会走，每个人都一样，可是这次遇到你爸爸妈妈，我觉得不一样，他们可以让生命无限大，他们可以自己决定生命，只要快乐就好。妈，我想你。
留一个愿望，让自己想想。